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全力以赴拼到底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K1 战队的索尔纳，也是队内的指挥。我自己打比赛风格是那种比较稳重，然后以大局为主的那种选手，是他们的保姆吧，就是他们在游戏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几乎都会问我。这个位置太关键了，但索尔奈同样不该失望，反身连打三人，怀疑颜色。首先是 Nightbody， 他是对你主要玩突破位的突破手，然后是非枪法非常准的一个年轻人，无情的爆头机器。如果非要说是一个王牌，那必须是他，他就是我们队最后的王牌。是非常激进的选手，无时无刻都想自己去创造击杀的那种。小九和 YU 的位置，其实彼此之间的位置都知道了。哇 ，Nightbody！我们队比较追求拉扯，极致的拉扯，就是不断的通过骚扰和佯攻去调动敌人的阵型，然后最后再给敌人致命一击。OK， 这小黑巫师成功拿到了一波三杀，索尔奈是打掉 DA 拉出来，漂亮小 K。因为我们跟国外队伍在正式比赛里面，所以我感觉他们不是在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前提下，他们无法成为我们的克星。像。所有玩家展示中国队的实力吧，也是展示自己，展示 K1 的实力。你看一下这个位置搜不搜？没看，上面打了两个，罗 K 能再打一个，罗 K 完成了一波三杀。拿出来，又跑枪，找到一人，哇，小 K 果然。子弟没有你们好果子吃。